我养的屎壳郎饿死了，只能把它做成标本了。这是它第一次洗澡，给它洗得干净一点，再让它干了这杯75度白酒，生前没享受的身后安排。擦完身后给它安排一个针灸，仪容仪表这块不能马虎，得让它走得风风光光的。稍微扎几针后就可以给它做最后的烘干 SPA， 烘干完就可以拆针，把它和爷爷放在一起了。